五名，而且我们还有第五名，六名花包衫加短裤 set， 它是一整组的，对，整组的，就是但你想把它拆开搭也是可以的，嗯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它是这个颜色跟什么颜色？墨黑色，嗯，对，我个人喜欢浅色。浅色这个颜色很漂亮，也是有点杏绿色，对，它有微微的绿感，嗯，微绿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裤子是修饰我的这种大屁股、大腿肉的蜜大腿的人，嗯嗯。然后上衣的话呢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小包，花包袖，对，也是修饰我的手臂用的。然后这块的领又不会太高，是会有微露出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整套搭起来是很休闲，然后你又不会觉得太休闲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就是上衣拆开来也可以跟正式的西装裤搭，然后它就是另外一个风格，然后裤子你也可以跟比较休闲一点的上衣搭，它又变得比较休闲，然后大家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是像连身裤的套装，对，所以它合起来拆开来其实可以呈现蛮多不一样的感觉， CP 值很高的一套，嗯，就是你想怎么搭都还蛮 OK 的，然后质量很舒服，对。好，第五名，第四名，第四名是薄荷绿，缝线五分袖衬衫薄荷绿，薄荷绿像那个佳云制造蓝靴子。看你哦，那另外一件也很好看，但是因为如果以我自己本人的需求的话，我喜欢稍微长度多一点点，然后这一块再比较纤细一点。但那套那件很可爱，那件还是我洋装，但是你的洋装，你要穿别的吗？太远，你要加背心吗？我可以给你背心。好，第四名，第四名，就是它整个都是比较修饰，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罩衫穿。然后就是我刚刚讲它的袖子这一块，它这一块是连的，不会像我们一般衬衫可能直接分开的比较多，所以你这一块是整个都会被修饰到的。然后你的这件上衣。好，然后第三名，第三名无印连身裤子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，而且它的长度很刚好。我刚才有想到有件没穿到，什么？许愿之这里，怎么办？这谁？谁要？你要穿这件？哎，哦，它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哦，它是浅。等一下，之后再穿。好，可以，它好像没有指定，还是我先换？也可以。好。第三名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长度对我来讲非常好，然后我举手投足也不会有太破光的状况。我也好爱薄荷绿这件，嗯，可是我觉得佳云好像比较，我觉得会比较推你薄荷绿，因为佳云就是腰臀，我觉得如果以修饰效果来说的话，薄荷绿这件可能会比较推荐。嗯，因为短版那件还是会比较容易会露腰。对，嗯，好，你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你喜欢是这个？对，连身裤。对，然后还有黑色跟杏色的。这件也是你不用想太多，就是套上去就可以的一件。夏天的很热，我们不想穿很多层。对啊，对。然后就是真的不用想太多，因为你就是这种材质又算很软的，嗯，对。所以就是直接套上去，然后又可以有正式的感觉。然后你要休闲呢，就是可以搭小白鞋啊，然后戴个帽子，我觉得也是可以。棒球帽。对，这很 OK 的。好，第三名，第六名是他，太棒了，你的清单都在我的清单里。这个这个套装组，对，真的很美，极美。我看一下，它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让我有点犹豫。什么？你在犹豫什么？我在犹豫它就是。透肤雪纺衬加细肩洋衬，那它里面这件你就算你要单穿在家里走都没问题，超舒服，那件超舒服，凉感，很弹，它超弹的。然后外面你想要跟其他衣服搭也可以搭，没错。对，然后这颜色真的是超级非常衬肤色，这叫什么？奶绿、奶灰绿，奶灰绿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后面它这里又是有设计感，我觉得这套 CP 值非常高，这套真的很美。这套价格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就是孕妈咪或者是要哺乳或者是你是小姐都通通没有问题，你是小姐。那我看好像直接私讯有在问那个孕妈咪洋装，快点我知道了。对啊，因为它就是很宽，就是最穿到身都没问题。对，生完你想要哺乳也都还可以，然后变回小姐也可以。对，就是整套就是超级美。第二名，对，第一名是。啊，我咖啡巾。它的镜真的很漂亮，我推荐。我真的很少穿这么高的，真的，它是真的。对，我真的很少在穿这种这么高的，因为我个人会觉得，第一个是会觉得卡，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会真的太够满的。然后这件，对，这件真的穿起来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它这挖的都很美，这一块挖的都很漂亮，你也不会觉得好像真的肉的，好像看起来好像肉感很多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最贴心的就是里面有做背心。对，如果你还要自己另外搭背心的话，很容易长度不搭或者是宽松度不搭，但它这件整个让我帮你做一体成型，就是直接缝好了，你只要当浅色就可以了。嗯，这是我的第一名，这也在我清单里哦。